都以为有人会放弃吧。好吧，至少应该看得出来是什么机器吧。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啊！加油，繁星！不是，我已经盖完了，但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。欸、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这是什么？提示板，提示板什么啦？嗯、啊，哎、欸，什么人呢、啊？嗯，那个只有一个人，所以应该是查得到的。皮？干嘛、啊？评分从评分从这个吗？这个才是人吗？我们要猜的是这个吗？这感觉是哦。啊、等一下，秋风，你要看那个水里面 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谁？那不是印刷。米菲，我要求救、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要从哪里看？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，因为他没有写人呐、啊。这个我完全不知道，他没写人呐、啊，我不能盖住海。完蛋了！哇，他谁啦？有提示哥，我连时间都不知道啊！你不知道他是你看旁边那个吗？这是谁呢？这是啥、啊？铁人？嗯，怎么是这个？完蛋，我完全不懂风格。哦，那个很正常啊。等一下，你看到题目，你还会想说这是谁？谁呀、啊？这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啊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可以盖第一个字，超聪明。我跟你盖的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不过是同一个题目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可以，是一个字。我、哦、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没办法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不简单，我要这个 Google 一下。我已经想到了。三，哎、欸，对了，三字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？发明人。这是符号吗？没关系，我相信他应该是这样。谁知道？哇啊！这样子比较对，这感觉就很像简单，应该可以吧？这到底是什么？我只能到四面长形的，我不管了啦。我觉得巧克力这一题也没有人名啊。有啊，有人名啊，我还盖了两个人呢、欸。我看不出他是谁啊！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、欸。这正面很奇怪、啊。我要乱猜了，我要乱猜了。侧面是长的。我不懂啦，波哥，我不懂你啊。哎，你要问出题的啦，我尽力了。大家都好了吗？我要摔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在改题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求生浮木，它是粉红色的，还是米菲单纯喜欢粉红？哦，米菲单纯喜欢，没错，完全不答案，完全不懂哦。啊，他单纯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会超过字数哎，不对啊，就是你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我们到最后。哎、欸，真有传承，太有趣了！什么呀？来喽，看一下，昨夜不那个屈原悲愤跳江给鱼吃饱饱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是还有四三呢、欸，那个粽子啊，粽子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好屈原怀梦意识，怀梦意识。而且你还，你是简体字，怀抱一时他没有啊，你干嘛乱猜？没有，我就塞字数嘛。可以。哇，发现！好猛啊！好厉害、哦！我感觉怀抱一时有哎、欸，有石头啊，有石头。民众往下投粽子，民众大家一起投是吗？
西瓜粽啊，我知道。西瓜粽。我刚刚忘记有海带干块。我也忘记有海带了。太好笑了。你说你看我懂你啊。哇。那你干嘛龙？你不要盖多盖一个龙舟出来。好小。这里这里。为什么你还会有熊猫？为什么有熊猫？中国。那是中国的、啊，然后你看。球风居然在这里，看得出来了，到了。哪里？啊，我觉得这样也可以猜到。你被带坏了，我被带坏了。我的天，这个小人精！你回去看一下上面那一个居然在跟这一个，再看看你这个居然是什么居然？去你个头啊！居然都是穿绿色衣服哎、欸。对啊，居然都穿绿色啊，所以我也穿绿色啊。绿绿的，绿绿的是。好笑啊、然后我的张飞威震长坂坡，吓死了谁？这个是张飞哦，张飞啊，张飞是太老了，他怎么张飞的？这是张飞，你是谁啊？你谁？所以上面是重八蛇矛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蛇矛，拿蛇矛啊。你怎样两分啊？你看，这是啊啊啊！他说这个是那个撞声词啊。是啊。为什么会有歪歪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有感觉。对对有，你谁？不知道是谁哟。哎、欸，我完全没看这个哎、欸，我完全不理会这边的哎、欸。这是最后的地方改的。太可怕了！这样也猜得出张飞哦！我看我是看得出来、啊，我是看脸是黑的跟蛇毛啊！死了，骑猪哦！张飞，骑猪啊，骑猪啊！所以你看我猜什么？你张飞为什么会这样？马丁路德，超难的，这个干嘛、啊？有什么关系？他发生马丁路德什么时候骑猪啊？哎、欸，他发生了民权运动啊，要发生呀、啊！他的那个逻辑我不太懂，害我盖了超痛。请问这个张飞的下半身在哪里？他是合体了吗？没有，这其实是他的下半身，有没有？人马合一，所以张飞跟马丁路德没有什么差别嘛？你在说看脸？跟大家讲一下，他的马丁路德是金恩博士那个马丁路德，就是那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，okay, okay, 好不好？ Okay, 好好好，好好。他是民权宣言啊。我哥好屌、哦！我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梦，懂你在林肯雕像前面演讲有没有？太强了！强哦！天哪！没有，现在懂了哈，我懂。我也不那个，他不懂，他不懂。看铁人黑老师举手，我一看就知道我有一个梦啊，我也不那个。我以为这老师要站讲台前面，我一看就举手想睡觉。请问你黑老师是什么历史人物？你的历史人物呢？快笑死！黑老师，真的快笑死了，我也不那个烂透了。这题应该不会歪的吧？王家能打进，哇，这个好厉害哦！哇，央这个好强哦，连人都不用盖就猜得对哦。对啊，啊，八田在这边啊。八田在哪里？八田哪里？八块啊。八田啊，然后一只鱼有没有？哇，鱼一啊，一只鱼。六六六哎，一只鱼哦，原来是这里哦。这也太难猜了，这个完蛋了！有有有，迦南大俊，这那个怎么那个忽然打出一个建造？这卢米，哎，南部我都帮你标出来，有没有？这个比较清楚，这个比较清楚。还有日本标日本人呢、欸？你不能有有有哇！盖了个迦南大俊，哇！口音，跟八田鱼一样，好可爱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雕像不对，这个雕像应该是要这样才。哦，他头掉了，对，断掉了。哦，头断掉了，他头断掉了，他头被人家锯断了。请问你这哪里来的八田鱼？鱼衣服吗？这里下面小根子八颗，小根数一下，小根鱼皮啊，小根鱼皮呀，哪里来的八？你八在哪里？
填啊！那八颗啊，我不想。上面有八颗吗？有啊，明明就超过了，超过吧？超过了，你十一颗哎！十一填你们也是七颗啊？你连在一起是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十二颗，八颗啊！每个人看都不一样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。八填雨衣哦。小根雨衣，你发明的滑，你这旁边也是滑水道啊？发明自动流麦机，这就长这样啊？还只有这名字哦，我天哪！没有，没有这名字啊，所以我才说是传说啊。哎、欸，你头被锯断，搞不好猜得中哦。你这个烂透了，你哪来的？你这个，我的天哪，雨啊衣啊！不行不行，不 OK。啊、哦，我在笑。哎，好笑。把你放那个小跟女医生，太歪了。繁星，他没有拿，他有拿，没有，他有，没有这种颜色的斧头。所以米菲，我很懂你。我猜的超棒。其实这个砍倒樱桃树跟蒋公看鲤鱼逆流而上是同样的道理。都是假的吧？对，我被骗到大啊！卢敏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记得，我记得就好。老师，我最喜欢你了。我这个樱桃有 feel 哎、欸！哇哦，好大一个樱桃！我有提示，它是那个华盛顿，没有这里。有那个，虽然我猜完才发现。为什么？这什么？华盛顿，花木树呀！哦，画哦。红色斧头，兄弟把红色斧头塞进去了。哎、欸，结果我没有塞、那個。等一下，看到没有、欸？好可爱哦、喔！好可爱哦、喔！多帅气啊！好可爱哦、喔，这树，超可爱。就是樱桃树，樱桃树原来长这样哦、喔。对，樱桃树是长这样。在上面的，好可爱。真的，承认。他是这样，他在那个承认，承认，承认了。他认了，他认了，他认了。你这是什么新闻标题啊？他认了，假新闻啊！要问号惊叹号有没有？你这假新闻啊！太好笑，这个竟然跟八桂格爷爷，你们当时你是太难了吧？谁呀、啊？欸欸、我盖很好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个他们家的国旗耶、欸，他们家的国旗是长这样哦、喔。对啊，叉叉是不是？他鼻子有这么大哦、喔？我会猜贵格爷爷。我等一下是我猜的，等一下看笑了。你太有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三个字都帮你盖出来嘞。国父有没有？还有书论，国前书。对啊，很棒哎。国父，这是手册，一个歪到底了。国父论，超歪。完了，无脸男。他那个普兰克林基金突然就长这样啦、啊？这个不是吧？是什么东西？普兰克林基金。你这神隐少女吧？对啊，你这太有猪头吗？就那个，对啊，这无脸男啊，布兰克，这无脸男啊，就个黑白。我查布兰克林基金也不是长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怎么说？这个真的太丑了，这个真的看不出来。布兰克啊，我看到他，哎、欸，你这边原本有个纺织机怎么掉了？他打掉了。我忘记有纺织机这种东西了，一点意思。好不好？他原本这里有一个纺织机，所以我就救这纺织机，好不好？动力纺织，我、哦、这是嘴巴哦，只猜了这一个小小的。对，我看不懂，我就只用纺织机做文章。我忘记有纺织机，纺织机哎，哇，你这盖纺织机，哇，哇，这么帅哦，把它盖出来。对，花这么久多的时间就在盖这个哦，可以不？哎、好强哦，皮皮长这样就可以了。完蛋了。你盖完，你盖了，其实长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盖这么多，跟盖一个是一样的道理。一键指令方块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真的盖得很棒哎，超漂亮的。不是，他已经给我两题完全没有人的哎，我不知道怎么猜啊。笑死了！自动造纸了，自动造纸了。完全不行。居里夫人不是繁星啊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
的 X 光车，哇，好可爱的，好棒哦！对啊 ，X 光车，德克斯特啦，不是我啦。什么？这个古段历史人物呢？人类，人类，人呢？人类，怎么试管做实验发生的错了？你知道我怎么干？你好棒哦！欸、我还是努力盖出来了。我很努力猜的。哎、欸，这变成黑人的了，黑人的不对。出口没有，因为他没有人呐、啊，没有说是什么历史人物啊。我觉得黑人也是一个，对，可以的。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我想说诺贝尔怎么盖、欸？哎，诺贝尔有出来，诺贝尔比较好哦，有比较。诺贝尔什么时候变黑人了？完蛋了，没有看颜色哦，就看到炸药。这个有像，这个有像。原来诺贝尔长这样哦。有像有像。原来哇，好像哦。原来我盖的是诺贝尔，盖的真棒。完了完了完了。完了这个又是什么？